既然是比赛，就要公平公正，尽量公开。这个我一个人不能做这个主，我们得请出评委来。我们今天的评委是北京老物件收藏人王金明先生。我们欢迎王先生和他的助理。水牛水牛后先出来急救后出头，这歌能唱完了吗？太可以了。这是王金明先生，旁边带的是王先生的宠物。什么叫宠物啊？不是不是，助理。这是王，这是他的二徒弟啊，大徒弟去摘桃去了。嗯，把我当八戒。其实这个王先生呢，是咱们北京的老物件收藏人。嗯，这胖子也不是外人，这是德云社的著名相声演员孙越。大家好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啊。嗯，我们的评委、评委助理都到了，我们各队的队长已经各就各位。比赛之前，我们希望你们各个队都有自己的口号来激扬一下自己的斗志。我们还是从90后开始吧，好吗？哦，写着呢。太对了，我的个天哪，90后写的是玩遍天下无敌手，青春向上90后。说对。对，玩遍天下无敌手，青春向上90后。他们什么呀？他这是打那个《西游记》白骨精那洞口那接下来的对联，这是。看我们80后的怎么说？一二八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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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！哎，八零队的这个口号确实有点二。我们来看一下70。七零七零，肯定第一。你们这串好好住啊，这不一样不行。没写，你举他干嘛呀？第一，第一。关键人家这个奇迹，嗯，我们来看看60后老先生们，开始了，听得见吗？我们没那么白，干张嘴不说话，对、啊、对，急死我，大点声。像他们这些人还拿笔写，那有什么用？我们都在脑子里装着，张嘴就来。我们的口号是什么？6060，玩什么都行。好极了啊！这四个队风格迥异哈。有的比较弱智，有的不是特别弱智哈，有的有一点点弱智哈。来，我们先跟专家们先聊一下，比赛之前有一个小热身。我要不介绍的话，大家可能不认为这两位是评委，很像两个摆摊的啊。那么我在这儿，他们就说明是有照摆摊的了啊。这都是什么呀？这些都是什么呀？我想啊，我想先着分着季节，我们儿时的时候玩的一些东西哦，非常有意思。好，有些方便带现场来的，我们就带到现场来了。哎，还有不方便带现场来的，我们就卖了。那我们也留着在另外一地儿吧。咱们我介绍一下，像咱们这个季节寒冬腊月的，哎，那会儿玩什么呀？哎，坐冰车。对，那冰车是什么？嗯，在工地里边啊，找两根人家不用的那个铁丝钢筋，或者叫豆条、钢筋都可以、嗯，哎，绑在一根那个木头上，哎，给它钉上，然后呢，这边再上一根木头，再给它钉上，完了以后再前在这个横着跟钉成一个井字一样，后边这块呢宽点是个板儿，坐在上面，然后呢脚踩着前面那块比较细一点的，然后从家里那火筷子就该丢了，为什么做不了那签子的，就只好把家里那火筷子偷出去了，嚓嚓嚓滑冰，哎呀，这是冬季玩的。夏季玩的是什么呢？夏季玩的，您知道那可更有意思了。您说说吧。哎，那个时候啊，弄点我们叫臭胶皮，实际上就是啊，自行车履带，搁上点松香，从家里那火上弄个小勺，哎，搁在火里边熬，熬完了以后，弄两根大竹竿子，底下的最粗，上边的就细点了。哎，上面的细，然后最上边那当然是最细的了。然后把那个胶啊抹在上面，干什么呢？粘知了，粘蜻蜓，对，大长杆子头里是个尖儿，对，苗子上拿那抹，这个反正粘完之后的蜻蜓不好玩，后背上它带着黏黏糊糊的东西，有的时候拿那大抄子抄啊，拿大条去铺啊，甚至什么都没有，把背心抽，拿花一抽也能抽出蜻蜓来。然后呢，春天的时候啊，放风筝，那会儿我们的风筝啊，就是两种，一种比较简易的，也没那么好的纸，没那么好的设备。是那高粱杆那个皮儿啊，哎，给它撕下来，一定要宽窄，一定要均匀，做一屁帘儿，做一屁帘儿，哎，您怎么都知道？我听90后说的。哦，那么到了这个秋天，咱玩什么呢？啊，秋天干什么呢？逮蛐蛐。哎，上哪儿逮蛐蛐？这个跟他说，他是行家。逮蛐蛐这怎么逮呀？现在啊是比较那个什么了，那可能在北京城也不是很好找了，少。过去呢得上那个人比较少的地方，
像我们小说上那个城墙底下，铁道边上，被嫌弃的房子，哎，那些地方。过去最狠的是上坟地这蛐蛐，哎，对，还真有这样坟地的蛐蛐横，对，他那比较厉害。嗯，这要是光说聊蛐蛐，三天也说不完，真的三天说不完。反正是这里边学问大，太大，学问太大。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东西都说了，今天桌子上摆了很多小玩意儿，有的我们常见，有的是也闹不清楚。就这个，我打刚才我就没闹清楚啊。这是什么呀？啊，弹玻璃球、耍丝块、上房揭瓦、碎玻璃，那是我们小时候的玩意儿。这是，这怎么玩啊？这应该是一路啊。哦，耍瓷片。我少拿几个吧。那咱省钱再玩。我玩不好嘞。您拿着瓷片。你要拿个。试试啊。嘿，成功。每一件东西单独拿出来说呀，让他自己说就得说三五个钟头了。这桌子都讲完了呢，咱们又到年三十了啊。